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。既然你都点进来这里了，那么你应该懂我是谁了吧？好了，废话少说。那么我的秘密呢，其实是当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对，就是背景这首，我一直在 flat， 我的音呢也一直在飘。你没有发现到吗？我听得很明显，我一直在重复听，我就觉得越烂。哎，算了吧。还有后面的高音，哦，时间到了，拜拜。